难喝。我方才尝的很是鲜香可口啊。那是因为你尝太少，又苦又涩。不信你试试。可口。再尝尝。是你味觉有问题吧？我让你尝就尝，哪来那么多废话呀。你答应了元朗什么条件？他为何会放过你？嗨，也没什么，不过就是大义灭亲罢了。我现在已经不是罪人了，我是关键证人。仇人就在眼前，可我却不能奈何他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潇洒快活。这种感觉当真是心如刀绞。我母亲曾经跟我说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去恨，好好的过好自己的日子。可我还是好恨，我恨元朗，恨圣上。六年前我父亲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，可是我一样没有做到。放下仇恨比报仇更难。